有一个女孩，她很特别。她的内在或许并不完美，但我觉得她的缺点都很可爱。她是那个可以让我放下一切想要去见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哼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不过，我想这些话，她都听到了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很特别。她的内在或许并不完美，但我觉得她的缺点都很可爱。她是那个可以让我放下一切想要去见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哼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不过，我想这些话，她都听到了。喜欢这期视频的帅哥美女们，记得点个关注。不喜欢的，可以不要喷吗？